小猪佩奇的好朋友小马佩德罗感冒咳嗽了，棕熊医生戴上口罩给他们讲解冠状病毒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，用深棕色涂棕熊医生的头部，用深蓝色涂棕熊医生的衣服。用棕色涂医药箱。用浅棕色涂小马佩德罗的头部。用黄色涂小马佩德罗的衣服。用黑色涂眼睛。用绿色涂冠状病毒。用紫色涂地板，
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